大家好，我是达，我是康康，我们是达康的康。大家好，达武安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我之前遇到一件蛮惊悚的事情，就是我目击了一场车祸，真的蛮惊悚的，两台车撞在一起啊，然后很多人在旁边围观啊，很多采访车也都来了，采访车也撞在一起吗？没有了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他们抢新闻了，对，你没有抢这么凶好不好？没有，就围在那事故现场旁边，然后一堆记者在采访。你被采访了吗？是有啊。真的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为什么会变那么兴奋啊？等等，是以什么样的立场被采访的？什么立场？就肇事者、被害者哪一个？都不是，好不好？我就目击者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第三者啊。什么第三者？第三者。情杀连或连环车祸现场是不是啊？不然，没有，就单纯目击者。单纯目击者。那你被采访的时候说了什么？我就说啊，我看到那两台车撞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不用这种摄影机好不好？继续。家庭录影哦。咔哒咔哒。更不可能用这一种啊，八厘米摄影机啊，在拍艺术电影哦你。不好意思，那个额头过曝，我遮一下，遮一下。有点摄影师好不好？通拍机好，好啦，不需要各种摄影机好不好？让我好好说就好了，好好说就好。如果说两台车撞在一起啊，对，撞起，那场面真的很惊悚啊，好险最后无人伤亡。卡卡什么？就这样？不是，你期待发生什么更严重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我是说，你被采访的时候就讲这样而已吗？不然呢？难怪你不会红啊！是要红什么？难怪你不会红啊！我被采访一下，我要红什么啦？等一下，陈彦达，你身为一个演员、一个漫才师、一个成家的孩子，你被采访的时候就讲这样而已哦、喔，拜托、喔，跟成家的孩子有什么关系？你妈采访的都比你有效果，好不好？我喜欢讲我妈、啊、你。我跟你说，那个车祸真的很恐怖啦！少加模仿我妈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两台车哦，给他刚刚撞在一起，哎呦喂呀、啊！然后结果咚咚咚，无人伤亡，还加过门呐、啊。我妈被采访的时候，最好会带爵士鼓在那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啊！我跟你讲，隔天新闻一定爆红啊！京城车祸过门姐生动目击，还被取绰号是不是？过门姐啊！你想想看，你学了戏剧学了五年呐、啊，讲漫才十年呐、啊，比不上你妈去学个爵士鼓课啊，对不对？烦不烦？怎么我妈学爵士鼓也不是为了被采访好吗？我是说你要，你知道啊，学以致用。我被采访一下，跟学以致用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你在看新闻的时候，你想要看到这种平铺直述的采访吗？什么平铺直述啊？刚刚有两台车，就是还没有这样，好不好？少这样，我把我混在一起，然后我嗑药是不是啊？救护车来了，警察车也来了，很多人在看，无人伤亡，烦不烦啊？我才没有这么像死鱼，好不好？不会，死鱼哥，什么少一副有搞头样子啊？谁是死鱼哥啊？不错，要不然这个样子啊？刚刚点点点，一堆车点点点撞在一起，点点点。为什么讲话是点点点啊？才哥，才哥专业槟榔啊！才哥，第一次听到才哥提语音话的、啊。感觉才哥会红不会红啊！人家觉得一个人疯子，他们一直点点点点点点，好不好？不，你直接一点嘛！啊，直接！我跟你讲啊，大哥，我整个车祸都看到了啊！多想红还自报家门。那个时候还下着大雨，我跟你讲了、大哥，我想都没有想就冲到车子里面把人抱出来了。这么勇猛！那个大哥，我破窗的时候还跟里面人说，你知道？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小情歌啊，唱人家小情歌歌词干嘛、啊？以上是达哥雨中救难小情歌，记者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报道、连记者都唱起来了，什么鬼新闻啊？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才有新闻点好吗？不是这样制造新闻点的好吗？拜托你，刚刚那个真的太没有新闻点了。我吗？你现在新闻重播一下，大家帮你检讨一下。重播什么？不需要检讨这个吧？不好意思，麻烦各位拿出手机，我们 Google 一下，就是阿达车祸这个样子。我才没有出车祸，好不好？最好这样搜得到啦。阿达目击车祸，这样可以吧？我采访没有署名好吗？159公分目击车祸，搜寻什么身高啦？我通缉犯啊，搜不到的。我把内湖区地址好，不需要，不要再搜寻好不好啦？搜不到啦。干嘛？我那段采访连剪都没有被剪进去啊！你上半身没有剪，还下半身没有剪进去，都没有剪呐、啊，都没有进去，整段都被剪掉，全身呐、啊。走，我们去跟导演理论。走啊，走。还导演啊？那新闻好吗？怎么可以把我们打的画面都剪掉了、啊？导演，童心父母是不是啊？去片场大小声的新爸新妈啊、哦！你这次算少一点，走。你还想潜规则啊你？没有，我们帮你补拍啊。新闻是要怎么补拍？可以啊，我们补拍那个你穿破破衣服，然后看到那个车祸现场的画面的画面，就不需要补拍这个吧？啊，太夸张，嘴巴张这么大干嘛？先请问一下，请问这场车祸怎么发生的呢？都是因为我、自白啊！为什么变肇事者了、还爆炸好莱坞电影啊？很慢动作，哇 ，Michael Bay 的电影啊！绝地自白哥这样有过烂的、什么烂片的名字啊？爆炸性的新闻啊！只有爆炸，连新闻都不是啊！这样才有新闻点，你懂了没啊？我跟你讲，好，不要再制造新闻点了，好不好？新闻这种事情是要讲究传达真实的。干嘛笑屁啊？学院派的、啊、你。
这跟学院派有什么关系？新闻现在讲求什么娱乐性 啊？大家都知道好不好？新闻不能讲求娱乐性了吧？现在没有娱乐性的新闻，谁要看啊？我请问一下啊，你想想看，去年不是有个没有什么娱乐性的新闻台就被关台了？没有，那个新闻台就有时候太有娱乐性才关台了。很可惜啊，本来如日中天的，不要讲那个台了，好不好？真的烦啊你！我讲新闻台，你现在报新闻，如果不选边站的话，谁要看呢？不，新闻不能选边站吧？啊，你那些主播不讲错几个字，怎么被做成迷因呢？人家绝对不是故意的，好吗？还有那些政治人物啊，你不说一些过激的言论啊，怎么被延上啊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延上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没有，这个时代就是讲求延上、啊，我们言论自由至上。那不是这样缩写，好不好？言论自由也不是这么用的、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用言论自由给他自由下去啊！不能这样子自由下去，好吗？我跟你讲，现在新闻，你看整个业。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想办法被看见，你怎么能不积极一点啊？真的是对新闻业的观念也太扭曲了吧！而且我哪算这个业界的人啊？被采访这种事情是随机的，好吗？哦，怎么有你这种被动的想法啦？本来就这样吧，嫁鸡随鸡的，才不能随机好不好？无聊死啊！不是，你不能等着机会来找你。鸡不会啊，到底在讲哪个鸡啊？鸡不会，分不出来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要积极一点嘛，努力自己去跑个新闻嘛，好不好？我跑什么新闻？我不记者。不是，你受访者也是一样啊，你多跑一些新闻现场，你才有机会被采访嘛。我干嘛一定要靠这种方法曝光呢？很多政治性的前辈，我跟你讲，都这样出头的啦。受访者哪有什么前辈？有啊，上一则是什么劳方代表，下一则是什么伤心的爸爸，然后再下一则走路工，好不好？人家那是演员，没有办法否认啊，真的是演员没有错啊。你要多被采访，然后被肉搜，然后就可以爆红，懂吗？不，这红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吧？哇，你这种奢侈的话是等你红了以后才能说的啦。观念太扭曲了吧？你真的走火入魔是不是？真的，你真的不知道前辈们那个背后的苦心，你真的我讲不下去了。他们有什么苦心啊？他们演超烂好吗？哇，你一直讲人家演的怎么样，人家被剪进去了，你呢？连个新闻彩蛋都没有，没有、啊、新闻哪有什么彩蛋啊？反不反？我只单纯被受访，好不好？你要演的话，谁不会演啊？你会演，我当然会有戏剧系的。你戏剧系，你会演？不会演。我们假设一个最简单的基本的采访情境，基本的采访情境来、啊，连续杀人事件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基本，好不好？连续杀人事件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记者即将采访到的是，据说是一连串离奇死亡事件的第一发现者。一连串都是我发现的吗？啊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除了都是我发现的之外。嗯，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觉得受害者是他杀的可能性比较高，还是你杀的可能性比较高？问出来呀，不要怀疑我好不好？不是我杀，我只是目击而已。哦，目击而已。对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发现的时候那个目击现场大概状况，你可以描述一下吧，谢谢。哦，就是我当初在公园散步的时候啊，然后走的，不要叫人家剪掉，不要叫人家剪掉。谢谢这位路人哥，我不路人哥，好不好？我不路人哥，我当初都看到了哦，我当初都看到了。后来，来问我，问我，都看到哦。哦，吓死我！看到什么？还有、哦，我跟你讲，当初我在公园哦，给他这样散步的时候，怎样散步？这怎样散步？我用那个八卦布在散步的时候，太极八卦，太极八卦布在散步的时候，哦，那个内力就停身了，有内力，啊，那个神通就来了，神通，我就听到有人在求救，哦，叫什么？哦，他说不要杀我，哎，可是受害者不是个外国人吗？哦，我只翻译过来，他说的是 Don't kill me， 哎，他是个黑人吧？哦，那他说的是 Don't kill me， what the fuck man？ 哦，不是，是吗？电是触电了吗？对，黑人的感觉。可是听说是一个台南土生土长的黑人啊。哦，他说卖瓜台了，拜托耍我是不是啊你？好，不好意思，你继续一下吧，继续。哦，继续，我就赶快跑过去看呐、啊。哦，八卦步这样给他过去。八卦步太慢了，太慢了。我用那个拿路透让跑过去的。哦，好快哦。哦，但是这个武术风格有点太复杂了。然后过去就看到那个受害者倒在地上，哦，在休息了。怎么可能啊？倒在地上断气了，断气了，就在你面前，就在我面前断气了。哦，那请问一下，他有说什么遗言吗？哦，他遗言嘛，我什么戏啊？我喜欢讲台南八寿饭啊。啊，可以想见啊，真的是。哎，请问是哪一家肉燥饭啊？他家巷口那一家。他吃之前都会加什么？加满满的胡椒粉。哦。加胡椒粉啊，果然是台南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错，土生土长的台南黑人啊。哦，然后就断气了，然后就断气了，断气的时候嘴巴还一直嚼啊嚼啊嚼的，弥留之际还觉得自己在吃肉燥饭啊，真的嚼啊嚼还咳了几声啊，被胡椒粉呛到了，对，加太多了。啊，这些你都跟警察说了吗？我都跟警察说了。啊，警察相信你吗？完全不相信啊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啊。哦，那被警方带走之前，你有什么要跟社会大众说的吗？我要被警方带走吗？人不是我杀的，无罪，啊、是你杀的吗？无罪，你确定你无罪吗？对社会大众，我是无罪，哎、我是无罪。一下。凶手抓到了，那还是被剪掉了吧？谢谢大家。